好，来，这是先把手机转过来一下，转过来，准备背面，背面，背面，对对，那我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放进去，好，很好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lock 要把它锁起来，因为它之前它都不会掉，好，哎，然后转过来我拍一下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再把它拿出来。拿出来，先把 lock 打开，把它锁起来。它这边有一个凹槽，可以这样，慢慢就可以把它锁住拿出来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可以拉开来。对，这是一个活动键，然后但是这边这个 lock 可以把它固定住，不让它不会手机飞出去，不让它飞出去。我刚刚那边一直在那边抠手机，想说怎么拿不出来。担心 user 在问我的时候，可能在比较激动会飞出去，因为它是一个动键。嗯，然后这边有个凹槽，是方便你手指可以把它拿出来。所以这里面有内建一个6000的电池。对，6000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